让我老朱陪他过什么节日，过什么节，我可不能陪他过节，我心里还感谢那个，这不好起来了，那不都。不能，因为呢，我是一个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是一名才艺主播，咱也不会打 PK 什么的，我早就听说过聂小天老师了，特别特别厉害，咱呢就是也没敢接触过，因为咱们呢是一个小小的才艺主播，也没有去想过碰过这些圈子呀，这些大哥圈子呀，这些有那个这些这个一超级现象，咱们没想过，我就想带我的八家人粉丝们一起乐乐呵呵、开开心心的，给大家一起表演表演节目。谢谢金牛哥，欢迎我金牛哥。哎呀，一起表演表演节目，一起去娱乐啥的，希望大家理解。来了，老朱，你稍等等我一下啊，我做个一分钟惩罚回来找你啊。你今天打扮的怎么这么好看？后面好几个这全是我的。等我。又来调戏我，是一天不见我秃爷浑身难受啊。你想想，秃爷一天没有直播，今天又来了，说猪宝宝人家想你了，想和你长相厮守。我说得了吧，咱俩事还没办呢。又戴绿帽子了。哎呦我的妈。点点上才艺。我实话不瞒你说，我老朱神通广大。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我说我想他了。后面的好几个。Hello。宝贝好。欢迎华哥。看啥了看、啊、看什么看、啊、那个你、那个那个、看啥眼了看啊，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团队女主播吧，没有见过吧，这个硬来上一个、啊、看一看这个，你看看这个多好看呀，来再看看这个，你看看这个细皮嫩肉的，有人，啊！不能多看，看多了秃爷又吃我的醋，他对我又爱又恨。我可不爱你啊！我可不爱你！你那个那个朱上树的那个视频拍了吧？当然拍了，我都喊你了。啊，行。为了你白富，为了你，我以后你要说你是男的，以后我就变性，我变个母猪。我给你生宝宝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可别生宝宝了啊！这个就是你今天的下场，知道吧？你看啊，这个是啥？漂亮的姑娘这么好看，这么不吃什么猪蹄子呀，你那个得了吧。有人讨厌，还不知道你这个老猪还喜欢我这口的，不男不女的。你又在责怪自己，你只能怪你自己太优秀，我爱你那不正常吗？他又给我放爱情的盲光，看，有人。你以为我给你弄一下那个动作就是我喜欢你啊？不可能的，知道不？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，知不知道？你又吃醋，又扎我的心，你越这么说，我才不会吃你的醋呢！我才不会吃你的醋呢！你越这么说，我越爱你，宝宝。
人又打我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打我骂我我自在，得劲。来，老朱，今天有没有空啊，老朱？嘿，见到你浑身都空空的。哎呀！兄弟们，我想问一问他对其他女主播也是这样，还是光单单对我也是这样？你们知道吗？我对他们可不怎么样，对他们我都不理不睬。起来！是对我这样，单单是对我一个人这样，还是对所有人都这样？肯定对所有人都这样。我对他们都追求我。渣猪是吧？他们说你是个渣猪，都一样。哎呦，华哥，我华哥都看过你直播，说你对所有女孩都这样。行，今天我就好好收拾收拾你。你这个渣猪！我又谁都没扎过，我自己都不扎过，谁都没扎过，全网一半的女孩子都被你扎过吧？我可不一样啊，我可不一样，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。那好，我老朱今天有一个好玩的法子，要和秃宝宝死在你的身上。来，我今天有个好玩的惩罚。哟，我看到你我才来的，欢迎玄儿。欢迎轩儿。来，今天你要是输了的话，你就去，来，你只适合跟猪玩啊，你去猪圈。有人我天天在城里面你勾搭小姑娘，天天在城里面你勾搭这个啊，勾搭这个勾搭那个，今天我就把你打回高老庄啊，回你的猪圈。去猪圈干嘛呀？我可不去猪圈。去猪圈啊，然后你找个母猪啊，给他表白。有人找不找得到啊？我不玩，这我不玩，你这太。你这兄弟们，你怎么可能会找不到呢？啊，你家就住在那，你就回你家就得了呗。我和找个猪圈，我和猪表非要来城里搞得鸡犬不宁的。我找个母猪去表白啊？对。那你对我这么狠的话，我一定得是母的啊，一定得是女孩子啊，一定得是女孩子。问一下兄弟们，直播间里看秃爷直播这么久的朋友们，有没有看过秃爷穿女装给哪个男人撒娇过？兄弟们，有人有没有见过？不能搞这个啊！不能搞这个啊！怎么了哈？怎么了？不能搞这个啊！我到底想知道秃爷是男是女？你要输了，你穿后面他身上的旗袍，你给我撒娇八连，对我撒娇五分钟，撒娇可不好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这个我要完了，我不大哥的形象我毁了，我以后怎么出去见我小弟啊？我以后还做大哥吗？我做大哥的女人，没大哥喜欢我呀！我不行不行，这个毁我形象，这个毁。秃爷从来没有演过是吧？从来没有演过的话，今天晚上就让秃爷在抖音里试一回。直播间从来没穿过，从来没穿过。试一回穿，你要是输了的话，穿你的。我从来没穿过。穿你的旗袍。给我撒娇八连五分钟，就给我撒娇，给我撒娇，教我撒我，弄死我！哎呦我的妈！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小宝贝，兔兔啊兔兔，我要亲你一口。有人注意形象，注意形象。回家再亲吧，不，注意你的形象啊！回家找母猪亲啊！这个你先跟我说，你找得着那个母猪吗？哦，当然能了，我的圈子都是猪。也是啊，也是。行，既然你可以接的话，那么我也今天破一次例，我今天也接了。兔爷。你互联网这么久，从来没有穿过女士衣服给一个男人撒娇过。那你要给秃叔撒娇的话，咱俩就好玩了。我不一定会输啊、哦！你不要以为你稳赢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是来，你记得你是穿一身旗袍给我撒娇，可不是表白喽。撒娇，撒娇，兔爷的撒娇指定是抖音最美的女人，你等着看吧。吴宝宝，你答应我得了你。接了，接了。好啊，好。好汉，好汉怎么来着？好汉一生谋，啊不对，好汉，嗯，好汉怎么？好汉不服当年勇。我老猪、啊、不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好，好，没对上词，好像今天晚上好像没对上词，不好意思、啊。直播间的兄弟们，好汉就是好汉。拿出手机、啊，假如说我要是假如我巧赢了的话，兔爷这个这一面是全抖音没有见过的，对着一头猪实现他的美，美女的美。兄弟们，准备好了。我还不一定会输呢。哦，我还不一定会输呢。来，今天打什么？打，咱俩都刚开播，哈，就打把人气票吧。打人气票是吧？啊，又拿你的强项要碾压我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直播间还没有你一个人多呢。你老猪确确实实人气票这一块来抖音确实是啊，真的是我佩服。但是，哦、我要慢慢的，好，我接了，我要慢慢的把我们家的凝聚力练到比你家强。好嘞，宝贝儿。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咱俩在一起是咱们一起的，宝贝儿，我爱你。我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我的，你的还是我的。我都是你的宝宝，猪宝宝，你是我的兔宝宝，咱俩都是小宝宝。来，接了，今天我就跟你干人气票。好，那咱就打不过的华哥。华哥，上一次我跟他就差了1万到2万分的人气票。对。就因为你不在哥、啊、你要是在的话那绝对能赢。好，那咱们俩就是一决雌雄，你要是输了的话可以对着我给我撒娇，穿旗袍给我撒娇，撒得我老猪浑身发毛。有人不要想得太美啊，是输是赢、嗯、现在还不知道呢。后面的、啊、后面的小姨子、嗯、后面的小姨子背一个。有人乱亲啥呢？这个有主了，这个有主了啊！不要乱亲。好，咱们俩就主了，直接开始来，还是从连呢？所有兄弟姐妹们，先把粉丝灯台点亮一波。等一会儿我叫来开两分钟的会，开两分钟的会。好，8:39的时候连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宝贝儿，宝贝儿。老猪啊、你也开会，好吧？我宝贝儿啊，来，你都第四了。他都第四了是吧？哎呀，我的妈，这把坏了！来，他都第四了。咱们兄弟们今天晚上真是3万多人，兄弟们没有加我团的哥哥姐姐们，帮我加个粉丝团。这局打的是人气票，就是你们看我这3万多人把免费的给我，咱们今天晚上都能打出一个高峰期来。为什么呢？直播间是34000人，现在没有加团的兄弟们，我这里有个团啊，我这里有个黄金加粉丝团，里面不是上里面去刷多少米，把咱们免费的先打一波，有能力的兄弟们帮我打满。今天晚上都知道人气票这个是挺咱家人挺狠的，今天晚上就利用这个让全网的人看到，无论是第几是输是赢，咱们心抱一起，众人拾柴火焰高。里面所有兄弟们帮我加个团，兄弟们帮我加个团。比如开会就开，我不会开会，因为我开会有时候让粉丝刷米的这个玩意儿，我不会开。粉丝们看我直播喜欢的话，为我加个粉丝团，帮我亮个灯牌，把免费的给我就行，兄弟们，咱就怎么说呢？开心最好，输赢我把最好的节目带给你们，输赢我把最好的快乐带给你们，这就是八家人的一个梦想。所以兄弟们，没有加团的哥几个，帮我加好我的团，咱就是随机应变吧，就是顺其自然，能赢就赢，能输就输。兔爷是我的好朋友，一起玩娱乐高兴嘛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让粉丝们开心一笑。兄弟们来开始。啊，无论是怎么样，我觉得八家人行行。对对，咱们这么兄弟们，咱就是咱这一局的，咱说实话就是乐乐呵呵玩玩开个心心打这一局。我整个福袋兄弟们，就是咱们就是有的不会的可以抢个福袋打这个票，兄弟们啊，来吧兄弟们，
咱哥几个就是人家票都准备好的是吧？就是开 PK 那一刹那，他知道什么叫做八家人真正的凝聚力，兄弟们，凝聚力。对，每个人不用给我刷大礼物，兄弟们，把大礼物的这个想给我上票的兄弟们，现在不用刷，兄弟们啊，就是刚一连麦，咔嚓一个血条，直接怼满，看能怼多少，兄弟们，他都第四了，哎呀，我最喜欢和强者一起享受这个点，因为八家人这种能力现在已经不能再去互联网低调了，兄弟们，咱不能低调了，兄弟们，既然全网的都在看，因为八点到九点这个人气榜是大网红人气最高的，都在这个点上。宝贝，闭麦。宝贝，闭麦。I love you。闭麦。所有兄弟姐妹们一起上。我喊三个数，兄弟们，我喊三个数，兄弟们，三个数，三、二、一。看手势！哎呦妈！感谢我小哥，小哥！直播间所有的兄弟们，统统打满！咱们的战曲必须得提神，兄弟们！直播间所有的兄弟们，开始就 party！ 看一下，我虽然是个小主播，看一下这个票，这个分数。直播间三万多人的人气票，兄弟们是什么？你赶紧来吧，来吧，兄弟们，披甲战袍！哎呦我的妈！看到咱们家虽然不是说能说第一的啊，但是咱们家人圣诞课新奇，来吧，人气票不用停，
玩意儿，兄弟们！接着找。9468人主力，直播间43000人，所有的兄弟们，来，把这个人气票开始。最后的2分钟时间，我希望哥几个不来台阶的兄弟们，把咱所有的免费的人气票先打完之后呢，有能力的哥几个帮我打满，帮我打满。这是一个世纪之战，兄弟们，对，不用送特效，兄弟们就刷人气票，人气票。什么叫人气票？你们只要到我的直播间加我的粉丝团，我在发福的兄弟们，只要加我的粉丝团就有免费的人气票，兄弟们，我这个人气旁边有个小黄心，点开之后加粉丝团，谢谢兄弟们，就有免费的人气票。这个呢，等级超过5级的有好多好多免费的章，把免费的打出来，有能力的哥几个帮我打满，打满600张，打满600张，兄弟们来吧。我现在是10000人助力，现在是直播间40000多人，兄弟们，直播间所有的兄弟们，整，整，他给我插了没插多少分，兄弟们，今天晚上首空，他没给我插多少分，兄弟们，没给我插多少分，八家人在的话，人家都知道，全网都知道，八家人的一个点赞，一个同等级别的，不是说给别人大网红打，给我同等级的这个主播打人气票，人家说不是说拿第一，但是呢咱可以给他碰一下子，兄弟们，这是一个凝聚力，发言人在的话，看老朱直播不用去刷多少米，把这个人气票打出来就可以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你们了，45000人，兄弟们，对，咱们就磕这机票。朱爷和我没差多少分，兄弟们，没差多少分。直播间所有的兄弟们，来，人气票，人气票。Yeah!
观众，感谢，感谢所有的扮演人兄弟们，辛苦你们了，都是强。好，好，确确实实这个凝聚力确确实实强，但是呢，今天惩罚草率了。大家都想看我穿裙子，你看直播间都不掉人，以前我打完以后都掉人，大家都现在啊留着在我直播间想看我穿裙子呢。梁子，他们不是想看咱们俩建立起来，咱们俩从朋友到了恋人，现在都到了夫妻了都，他们当然喜欢了，宝贝儿。猪哥哥，梁子。猪哥哥，你下次打我的时候打轻一点嘛、打是亲，骂是爱，都是咱们俩的，都是咱们的嫁妆，宝宝。有人，我换衣服去了。我等你，我也不走，我就等你。咱妈妈看咱们直播了没有？娘，妈妈，有人，丈母娘。哦，我妈不在，我妈不在，嗯、我妈丈母娘，娘，不在，妹妹，不在，娘，衣服去了。来呗，猪哥哥没给我点关注，给我点点关注啊！我换衣服的时候，我看你能给我点多少关注，猪哥哥。好的，好的，媳妇，媳妇啊！直播间的朋友们，现在是我的兔爷是两点，给我点关注，来55.24。来，兄弟姐妹们，咱们一个一个来，兄弟们，咱们家是兔爷，对我是互联网抖音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女神，也对我非常好。八家人在的话，看我现在是43,000人，没有关注的话，人气票咱们继续冲一冲，兄弟姐妹们，55.24，师傅去换去，我就喊三个数，我就试一下八家人凝聚力，就打票的凝聚力，兄弟们点关注怎么样？所有兄弟们，咱们我喊三个数，来，兔爷是55.24，兄弟们，感谢猪哥，我三个数，我试试我一下，我能点多少，兄弟们？兄弟们要在的话，八家人在的话，瞄准兔爷来，全网交好朋友，给兔爷关注，给我爆棚了。中华一代英雄魂，精神十足，八家人，所有的兄弟们，扛起手中的铁耙，对着旁边拖延，观众，啦！多谢八家人啦！三个数，兄弟们，三、二、三！感谢猪哥哥。咱们给猪哥哥撒个娇，一个一个来。感谢猪哥哥，晚上好，宝贝儿，啥都好。谢谢八家人，感谢猪哥哥，宝贝儿，宝贝儿。兄弟们，所有的朋友们都点了是吧？吃汤圆了。好，给兔爷点个关注，兄弟们，我八家人这个团队的是一个知情知义、知情知义的一个团队，兄弟们。里面都是猪哥哥，元宵节快乐，吃汤圆了。小姨子 ，I love you。5000是吧？再点。给八家人吃汤圆了，吃汤圆，元宵节快乐。点5000是吧？放个手，兄弟们，放给兔爷。感谢八家人，谢谢八家人啊！咱们师傅啊，马上闪亮登场。哇！给兔爷点到52.3，兄弟们。咱们千万不要眨眼，要录屏的赶紧录屏啊！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只有点这么多了，媳妇儿别怪我啊，媳妇儿啊！猪哥哥，小姨子，不是你对我好点，以后姐夫也抱你啊！还差1000，兄弟们！哎呀，还差1000。
丢人。猪哥哥，宝贝，有人。嗯，好，宝贝，哇哦，宝贝，兔兔，你的臀好大，不是，你的身材好漂亮。有人，都说兔爷是男的，你们错了。是女的，哎呀！讨厌！你坏坏！人家要吃糖糖，人家要吃汤圆。猪哥哥，你给我点关注了吗？点了，宝宝。猪哥哥，今天是元宵节。嗯。大郎，啊对了。八戒。啊。吃药，哦不对，吃汤圆。哇哇，他咬嘴唇了都！哎呦你妈，大圈！有人。猪哥哥，今天是汤圆节。你吃汤圆了吗？你刚才咬唇唇的时候，我差点没把住。啊！开始惩罚吧。开始了。人气票一起，人气票兄弟们整到前三。来。兄弟们，前三，赶紧了，赶紧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一会儿人气票，帮兔爷加个人气票，兄弟们，人气票，直播间的人气票，整到前三，兄弟们，人气票往前冲一冲，兔进兔爷的直播间，加兔爷个粉丝团，帮兔爷打把人气票，兄弟们，哥几个，兄弟们，有的话，哎呀，欢迎。哦，淑女，最后二十秒，冲一波，兄弟们，来不及了呀，最后八秒啊，八秒完了以后我给你撒娇啊，好的，来不了。没打上。下次我一定让我的媳妇打个第一名，宝贝。猪哥哥来了哦，撒娇了哦。开始吧。我想我们前身一定是亲人，不然我不会爱你这样深。如果一生缘分。只留一个吻，我想我是爱老朱的。kiss， 只许你一个人，你的眼神像一道闪电，划过我心门。我祈祷这一生所有的梦都经过你一夜纯真。爱死你了，宝宝！哎呦我的妈！行了，时间到了。没到呢，没。Yeah， 时间到了。把这一时刻
给我记录下来发给我。兔爷在抖音里这么霸气的女人，终于对一头猪说出这么肉麻的话，也是个新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更加爱兔爷，因为兔爷和我太配了。你看眼神。欢迎我非凡姐姐，欢迎非凡姐姐，欢迎我非凡姐姐，小到我去，感谢大姨子，欢迎我非凡姐姐，欢迎非凡姐姐，欢迎我非凡姐姐，感谢我非凡姐姐。兄弟们，你们知不知道非凡姐姐是谁？她就是那个抖音上最最最最最豪横、最最最霸气的女人。欢迎！给我非凡姐，你们两个给我非凡姐来一段呀！来来来，我们给非凡姐姐来一段，来一段，来一段，来一段。非凡姐姐，我给你来个舞蹈，来个舞蹈。非凡姐姐，老朱看着啊。哦。来来来，非凡姐姐，非凡姐姐，非凡姐姐，准备准备准备，大哥大哥。哦。准备准备准备。干嘛？不是不是，这个这个，预备，走，走走走。大哥大哥，欢迎你，欢迎你到我这里。大哥大哥，欢迎你。风等雨等着你，他来了他来了，他带着华子走来了，他来了他来了，他脚踏祥云进来了，大哥天大哥地，大哥能顶天立地，大哥风大哥雨，大哥能呼风唤雨，他就是我的好大哥，他有房又有车。哇，这是还要来一个的节奏啊。你们两个换女人换女人换女人，怎么了？换女孩换女孩，继续来一遍继续来一遍，继续学着点学着点。大哥大哥欢迎你，欢迎你到我这里，大哥大哥欢迎你，等风等雨等这里，他来了他来了，他带着华子走来了，他来了他来了，他脚踏祥云进来了，大哥天大哥地，大哥能顶天立地，大哥风大哥雨，大哥能呼风唤雨，他就是我的好大哥，他有房要有车。哎呀，这媳妇还挺麦的，还会跳大哥，还会跳舞呢，吓我一跳。那是跳到四万人了，那是太棒了。不过女装的时候好像挺吸引人的。对对对，你在抖音里是不是第一次这么妩媚过？是的。我上，准备准备准备，给我啰嗦姐，老朱我走了，老朱。好好的好的，你先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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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迎我啰嗦，感谢毛姐，我的妈！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八家人兄弟们，今天晚上第二名兄弟们，第二名，牛逼，太牛逼了兄弟们！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兄弟们。哎，这样这么狠吗？我老朱感谢我大哥，羡慕这个，羡慕这个，欢迎我这个，吓我一跳，这还整的小舞蹈呢，整的挺派呀、啊、你。啊，八戒快来个才艺吧，很多人说你不会才艺，才什么艺呢？找媳妇多好呢。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一个，来了，太狠了，太狠了。那我老朱就今天晚上咱们就出去走走，出去看看。刚才人气最高的时候是46000人，兄弟们很厉害，兄弟们很厉害。因为这也是一个点，咱们呢就是不靠打 PK， 靠这个表演，靠这些娱乐打人气票，上了40000多人，兄弟们 too beautiful 了，要 too bad 了。走，我懵了，兄弟们，我懵了。两个人快，这不好多人都走了吗？啊，好，哎，我
就出去看看有没有今天晚上有没有小娘子，新的小娘子。今天晚上第二名，今天晚上咱们打多少分，兄弟们？打多少分？太狠了，兄弟们，太狠了！谢谢兄弟们，谢谢大家人，所有兄弟们，谢谢哥一个。再打一把得了吧，秃爷去这边秃爷都疯了，都花600多，我的妈，最高的一次行动，最高的一次670万，咱们这么多这么久来打最高的一次行动，最高的一次，辛苦辛苦兄弟们，辛苦你们了。刚才赢了，打人机票这一块咱们家人是那个我的天哪！元宵节快乐，哥哥姐姐们！元宵节快乐！哎呀，刚开播，一瞬间，是吗？这个你看啊，我在这吹牛啊，姐姐啊，大侠的那个短视频我就看见这个衣服了，没想到我想，哎，这衣服挺好看，结果还真是毛衣，嗯嗯。我在这吹牛呢，我说的那个我开播前半小时不连麦不接麦唱歌，我一看这仨人完了没控制住。欢迎大家元宵节。昨天你们情人节都咋过的，来报告一下，特别是我们这位这个八戒。哎呀，那八戒的我们仨还真在一块过过。有人，哎呀哎呀，你看八戒，那出又来了，哎呀，哎呀，昨晚过得相当浪漫了，他是。现在，昨天晚上我老朱都累死了，累死了都，哄这个哄那个，三个小娘子都拉着我不让我回家，我去，太难了。有人。老朱又做梦了，老朱。那你不信，你问这雪儿呀，昨天晚上又是给我表白，又是给我示爱，他要亲我，我没同意我。有人，我不信。作证，你可拉倒吧你。哎，今天碰到了。我不信我。哎，云朵，还有大侠、雪儿，你们晚上好。有没有发现云朵老师只要看到我，哎，他就对我笑，就对我笑，就对我笑，就喜欢我。有人。那现在不行，啊，就是为了缓解尴尬，笑得我的皱纹都了。为了缓解尴尬，我亲你一口，云朵老师。哎呦呦呦，就这套，话不投机。哎，我的皱纹啊，我的皱纹一下，啊。那个朵姐一会儿用她的高音震死你。哎，大侠是我的初恋，我们俩练了老长时间。最近喜欢别人了，现在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是他初恋。哎我的天啊！这个花心的大猪。对，咱们就是每，哎，今天晚上喜欢这个，不是今天晚上的，下一个十分钟估计又喜欢上别人了。啊，不是，看谁喜欢谁。我对感情专一呢。这三位老师，石大侠、云的老师还有雪儿，都是实力的歌手。今天晚上好看的节目又要来临了。咱们怎么可以去娱乐呀？啊？你们说怎么娱乐个法？这两天没有啥新玩的吧？哎呀，那你们说吧。哎呀，你看看那个元宵节哈，那个飞哥跟雪儿穿的通红的，我俩昨天刚刚试完了爱，刚刚试完爱，情侣装。情侣装，我才不跟他情侣装呢，你看他穿的也太花花了。嗯，不能情侣装的，就装情侣装傲的样子，装情侣装。哎呀，那我们怎么互动呢？哥哥姐姐们，我们互动，今天就唱歌吧，表演吧，表演才艺吧。咱们这好的，表演才艺呢，三位老师
必须得表演的，都是我的女神。那今天晚上咱们就玩个好玩的。你都看过好多人，好多人撒娇，见过男人撒娇、女人撒娇，没有见过歌手撒娇吧？打个比如说，于云朵老师这么，哎呀，他要给我撒娇，给你们撒娇是什么的一个感觉呢？抱抱我呀！有人别让我撒娇，我让你打死！真的，云朵姐能打。打300万揍死、打300万真的能，他要打了几百万真没这机会。 那好，既然能打这么高高分，咱们就玩个好玩的。咱们分组，你看着，不分组。哎呀，出幺蛾子了，这个你看着分组、分组一个个一组，我们仨一组也是个啊！你们仨人，我们仨一组，接了，一打三。对呀、啊，哎呦我的妈！你们三个全给我啊！一打三，有没有搞错嘞？嗯，没有没有嘞。听他打什么？他要打花，咱们可打点赞。你看看，你看他肯定打不过。云老师家粉丝挺多，人气挺高，我打了，我不一定能打过他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你们家现在多少人吗？11000人现在。瞎说，12000，正好加上大侠，加上大侠，加上这个雪儿，我这儿借4000多，不到5000。你看，他20000多。嗯，尾数，打尾数，打尾数，打尾数是吗？对。还需要分组吗？打尾数就不用分组了吧？那咋分呢？好，就是打尾数。是我一人打三个，还是三个打一个呢？我感觉尾数这个靠运气。对，应该是一二罚三四吧。可以。对，是吧？九最大，一那个零最小，可以。嗯，可以。怎么样？一个尾数。可以。就只能看运气了啊！谁也别上分，就给我上几个豆就行。哎呀。这 PK 打的耽误 GDP 呀、啊！直接打，直接上个九，直接上到九就别动了，是姐啊，我跟你说，最后有捣鬼的，上那给你来个小花，大哥随便上，咱们四个人就是尾数是吗？对，就是盲打这个，差不多，就最后一位尾数的。可以，一二罚三四是吗？妈呀！真要表白吗？表白不行啊！不表白，三位老师都是歌手，都看过他们那霸气的歌手的一面，没有见过他们真正撒娇的样子。我要是赢了的话，我喜欢他们撒娇。表白跟撒娇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哎呦，撒娇！你说我们这三个女汉子，她怎么教？那我可以教你们呀。有人，好来吧。我待会儿要是输了，我就这个我就把这个我们这个让八戒给我们撒娇，给我撒娇。这个我把这个权利让给他。姐姐，还是你疼我。我等会儿我等会儿让你给我撒。这把就是撒娇局呗，谁输谁撒，对吧？对，谁输谁撒。最后别忘了给我们唱歌，给我们唱歌的，给我们唱歌。行，来吧，这把真是豁出命去了，好，要命的。那咋的？闭麦了，闭麦吧。这也没撒过娇，这咋整啊，家人们呢？给我数字干到九啊！太狠了吧，上九的数字的啊！再大的一个局，只要让我去，像我去主宰。你效果是不一样，兄弟们。三位老师都是实力派，能给咱打尾数。有非你直播间23000人，感谢董西西大哥啊！有非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你直播间23000人都快到了，你这打尾数，我呢就是一个娱乐主播，人我打 PK 不在乎人气，就在于直播间效果，就在乎八家人的笑容，兄弟们。哥几个到我直播间刷多刷少，开心就好，快乐就好，兄弟们。来，哥姐姐们，有礼物的兄弟们送个1毛钱的小礼物就行，兄弟们，开心就好，就罢了。DJ RC Remix。先来一段萨斯，萨斯。One, two, come on,
兄弟们，咱们先来一段，兄弟们，咱们上个滩最火的曲目叫上个滩。我扮演一种许文强，我怎么戴个绿帽子不知道？有人强强，强强，我是你强哥，强强。在这个上海滩，我就爱过一个女人，那就是冯程程。今天一别，我希望你爹的老，你爹冯建尧小姚不用干我了。我即将离开上海滩，追着我的爱情回我的乡下。有生之年，我再也不踏入半步上海滩。可是程程，谢谢你大哥，关于我的管理，程程，我放不下你，我放不下你。总有一天，我许文祥会再踏进上海滩的。冯建尧小姚，瑶瑶，我弄死你！老王八蛋，等着我吧。希望把关注给我点一波，程程，上海滩这一场大战我感觉到了特别冷，没有你在这里我真的好冷，程程点个哭。所有的兄弟们，看到刷礼物的大哥大姐们，把关注给我点了。
时间两万多人，兄弟们看到大哥刷礼物的时候，八家人在的话，帮我点一下关注，兄弟们，帮我点一下关注。咱也不能老是玩，把大哥给咱刷礼物的票那个当做那啥了，兄弟们。感谢观看哥，兄弟们，八家人，你们看到公屏上刷礼物的兄弟们，我希望把关注第一时间给大哥点上，兄弟们，来哥几个来，想要关注大哥们你就上，咱无论是输赢，开心就好，兄弟们。我八家人可能说没有多少，就多少是那啥的，我告诉你，铁粉，我家粉是最铁的，兄弟们，你只要刷礼物啥的，想要涨粉的兄弟们，你来，八家人给你点波关注，兄弟们。此时此刻，无论是输赢，但是开心就行，来吧。感谢我南红大哥来点关注，尾数，把尾数最后一秒给我拿捏死了，兄弟们啊！还有东王的哥几个把赞抽出，兄弟们把赞顶到1000万！感谢华天姑娘大哥点关注。榜一现在是我和狼哥，兄弟们1683粉丝，兄弟们，给我大哥来先破2000，给榜一我自家大哥和狼哥先破2000，兄弟们破2000，兄弟们来，榜一大哥来先点一波打个样，感谢我哥兄弟红南哥，感谢我飞哥给飞哥点关注，感谢大哥点关注，没数没数，给观海哥兄弟们点关注，哥一个点关注。我的乱随便倒，告诉你，我只认命运，我只认命。干又完了，什么情况？抖音里头一回这样是3-1，这是兄弟们什么情况？这个？朵姐啊，你是真厉害呀！谢谢，感谢我们天马哥，谢谢天马行空，谢谢李哥，感谢我们李哥，漂亮！李哥元宵节快乐！然后谢谢我们龙行天下1122，谢谢我们哥，谢谢姐啊，还是姐啊，谢谢我们这谁的声音呢？谢谢姐，上天天涯客闹仔，谢谢莫长秋，谢谢黄哥，谢谢，谢谢黄哥，元宵节快乐，哥哥，谢谢，哇，欢迎我们陈老师，晚上好，陈老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意思，官方意思是让我们三个是 pose， 是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想让。云朵老师，这咱踩个雷，我们这就是说实话，这就是雷局，兄弟们。老师一个人赢，这是一个雷局，就是必须得罚，得罚一两个，是意思吗？官方大人，人家说了，刚刚他们告诉我说的，如果第一位是数那个的话，就往后推二。官方你要在的话，你官方在的话，你给我送棒棒糖，官方。有人。好，行，谢谢王芳，就放这个。行，谢谢王哥，谢谢。意思是让云朵老师，云朵老师给我们画瓢，就是他是谢我们陈老师，给陈老师点关注。踩这种不罚，罚两个，是这意思吗，兄弟们？是咋个事？哎呀，我讨厌了，三个人罚一个，谁要这么说我云朵老师，我老朱，我送他个媳妇，我这就送他个媳妇。你还真想让八戒？那
太巧了。咋弄呀？这是四人打出三个是踩雷吗？还是什么？来吧，让老师，你要这样的话，三个都是一的话，没有胜负了。您写个雷，让我们踩雷，可以吗，老师？最好的解决方法。行。好。这样，第一个人踩中的，射雷的人输。什么玩意儿？第一个人踩中啥？就是第一个人把这个，谢谢丹哥啊，第一个把雷踩中了，射雷的输。就是朵姐输。对，这个很老好玩。大家拼命要跑。老朱就想看朵姐撒娇。但是。橘子老师罚我们三个，谁踩中谁赢，两个受罚。就破嘞！啊，就踩中的就赢呗，对吧？对，我发誓你们三个人，我写个数字，好，我写个好。行，来吧，咱这第二位数字高的，咱也不计较那事儿了，真是的。对。我肯定中。不一定。头一回出三个亿，我这辈子没有见过这么巧的事儿。哎呀，如果要是一下猜中了，就朵姐还那个了。对。好，我发出去了一个啊，那个从一到一百八十吧。一啊？哎呀，一到八十，你们仨谁先说？嗯，按分数多的开始。对啊，不是，就一样。你来。我来啊。五十六，一到五十六，到了这个雪儿了。我说啊，二十五，一到二十五。云子老师，你看着我。猜中的不罚是吧？我看着你。我会读心术。哎呀，十五，非常标准，中了啊！对，他中了，真的？就十五？那真写十五吗？我真写那个十五。宝贝，不要啊！宝贝，我爱你，云朵老师。我为什么没有猜十五啊？这边是十五啊，这边是十五。谢谢，哎呀，这也什么的啊？到处都是坑啊！我是不是有人在你的那个？没有，我的屏幕上全飘屏。有说过，因为你像真的吗？于子老师这样大方大气的女人，就是她的心里，她不像别的，就会想法子心多，她只会打个比如说，今天是个四呀五呀，爱情五二一呀，今天是个十五。老师看到我，看她眨了两下眼睛，在9:30:07的时候，老师看了我一下，我就知道她在想今天的日子，正月十五。你可别买了。给他厉害，你好能想象，嗯，我都相信了，差点，我都差点相信了，我。其实就是凭一个数字，我能猜透老师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女人，特别三局两胜啊，特别特别好，特别特别大气的一个，她就包括老师的笑容，眼睛眨眼的时候，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，大气的女人。贤妻良母型的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姐姐，你看他俩怎么罚吧？你这乐的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是，我罚雪儿吧。你罚我吧，姐，你罚我。谢谢云朵呀，谢谢。完了。我罚啥呢？我罚。对，你说吧。啊！啊！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日子啊！正月十五，团圆的日子。啊！发个数青蛙吧，从一到十。
哎呀，好嘞！妈呀，妈呀，这个我就不会数这个。你俩都慌这么狠，罚谁呀、啊？你俩呀，都好了。惊雷伴奏啊！大侠是我，大侠，不是我呀，不是你啊！姐，你说是谁呀？你别跟我抢你。好吧，行，我八戒、这个、是我那发两个，八戒是我哥，他能罚我吗？真是，我才跟你闹着玩呢。发来，我来个什么伴奏？惊雷的伴奏是吧？对，还真没数过青蛙呀，我真没。我就想让猪哥罚我，对我可好了。惊雷，哎，你们把那个青蛙数赶紧给我打出来，我没数，我不会算数。你这数个青蛙的给家人累够呛啊，还往放个计算器。你要查不好的话，我罚你俩了啊。我真没数过，我不骗你，我这就是很少数。一只青蛙，怎么数来着？一只青蛙，两只青蛙，一张跳进河里，扑通扑通，是怎么说？一只青蛙，一张嘴，两只眼睛，四条腿，扑通一下掉下水，呱、哦！像个小鱼。一只青蛙，一张嘴，两只眼睛，四条腿，嗯，扑通一声跳下水，呱！呱两只青蛙，两张嘴，四只眼睛，八条腿，扑通扑通掉下水，就这样加，呱呱，对。哦，行，好，我真没说过，我试一下啊。五个就够了，五个。好，嗯。一只青蛙，一张嘴，两只眼睛，四条腿，扑通扑通，呱！一只青蛙脸，呱！八条腿，扑通扑通跳下水，呱呱！三只青蛙，三张嘴，六只眼睛，多少啊？十二条腿，扑通扑通扑通，呱呱呱！四只青蛙，四张嘴。四只青蛙，十条腿，三只。四只青蛙，十条腿，有的还三只啊！青蛙，你赶紧给我整个五。五只青蛙，五张嘴。五只青蛙，五张嘴，十只眼睛，二十条腿。四只青蛙，十条腿吧。那吃了，有的让他吃了。雪儿，你别说，行了，对不起了，雪儿，天哪，你去数蜈蚣吧，蜈蚣好数，蜈蚣。有人，真笨。好，行，再等会儿，惩罚没做好的，等会儿唱歌的时候、表演的时候，给我们卖点力气就可以。雪儿可以的，啊，然后呢，残疾青蛙，到我惩罚，到我惩罚我这雪儿太可爱了，我挺喜欢那女孩子了。大侠哥，我都紧张，我想上厕所。一晃眼到抖音里五个月了，还记得吗？当初你给我许的承诺，亲我一口，你从来没有亲过我。天哪，不用讲话，你现在不用讲话，今天看着我，今天晚上八戒咋那么兴奋呢？昨天好像确实情人节过得有点太开心了。云朵老师，真的，我俩长得真有夫妻相，你看。好，我长得翻白眼。有没有看过大侠老师唱歌非常好听，也非常知名？然后呢，有没有看到他温柔的一面？让他给我撒娇八连两分钟。有人干嘛？撒娇八连。撒娇八连是啥呀？你可以说你不会。我真不会，我撒谎是啥都是，我真不会，没撒过娇啊。不会是吧？我给你把词发给你。我最喜欢教人了，我跟你说。这不摊上事儿了，这不是。他好狠，说今天晚上在，昨天晚上证明就是他那个这情人节还没过够，我跟你说。他这肯定是受挫了，不是没过够。教人老好了啊。嗯，小幸运教的我，我教他，小幸运的泡我，我不喜欢他。我发哪儿去了？哎，你等会儿啊！这个撒娇八连是一个女人该说该做的事，这个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我不是女的，我是男的。为女装，嗯，
啊，咋？我备注的是霞宝宝，对对对对。看手机。这样吧，我先给你打个样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求你杀了我吧你！不，你杀了我吧！快点，我不用我了。先打个样，打个样，这是一个女人该做的事情。一个女人撒娇是一个男人的男人最幸福的事情。来，后边有点那我真接受不了，朱哥，你换一个。你回家让你老婆给你撒娇去。求求你了，那你哭了，大过节呢，你别给我做了啊！你别给我做了，你换一个吧，太吓人了。就是。他这个后边那个这个词儿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们看看吧，我都看不下去了，我。好，要换一个的话，那你就为我唱首歌。那行，哎呀，唱一首搞笑的歌曲。搞笑的歌曲、啊。你再把这个撒娇的机会让给八戒，因为他呢，昨天晚上肯定这个情人节没有过好，所以今天呢。他看到我们三个美女，他现在就是眼睛都花了，然后飘了。还是云朵姐姐懂我，想给我们表白一下。你懂我，姐姐，等会你给我撒一个。是他很想给我们表白一下，这个机会应该让给。要不你给我们撒表白一个得了。不用不用。八戒，对，给我们撒撒这个。等会儿撒吧，然后就是让大家唱首歌，大家唱歌唱得好，来一首《狼的诱惑》可以吗？狼的诱惑可以吗？我天，没唱过，我试试。这样吧，不会唱。你这样吧，啊。咱们呢就是都是朋友了，咱也别整撒娇了，来个老公天下第一可以吗？什么玩意儿？老公天下第一歌曲，你可以读也行，速度点来。这事玩开点，这是一首歌啊。对，我老公都让我揍死了。老公天下第一，哎我看啊，这个关注一下我们榜三韩冰老师啊，是啥词儿啊？我说啊，来来，老公老公，哇，左边一个，哇，右边一个，哎呦我唱，哎呦我的妈，老公老公抱抱，我要公主，什么歌这是？飞起来的抱抱。转圈抱抱、哦、我的老公超帅、啊、笑起来时超帅，牵我手时超帅，说我超帅，我的老公最棒，是我崇拜的对象，我亲亲只能你要，这首歌为你唱，我只想做小朋友，有你能一直守护，我只想做小朋友，有你能一直照顾，听说如果有小朋友不开心就会死掉，可我这个小朋友没有你才会死掉，你生气了、嗯啊、你起床了、嗯啊、你下班了、嗯啊、你睡觉了吗，奶奶的，哎呦你妈，把大家气死了，这是什么歌啊？这比他撒娇，他比他撒娇他都难，就难什么？我这，我看这作曲人是谁？我看我能不能有一天能碰着他？哎呦我去！啊，开心一笑，开心一笑，眼泪给我整出来。直播就是这种感觉。实在家是一个女汉子型的，她的脸都红了，她证明她是一个好女人。嗯。什么呀？我觉得八戒太坏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完了。你要给我报仇，我跟你说。好好，然后呢？就报仇啊！我就记住啊，我们这三家的啊，我们都要报仇的。下回就报仇，报仇，血恨。云朵老师来。嗯，不，绝对不可能。来吧，来吧，开心啊，开心。老朱，你先唱个歌，你给我们三个人赶紧的。好的，表示表示。对，那行吧。你唱完，我们三人就闪人了。我跟你说。好，才艺局等会呢，让云老师呢，三个女汉子在这儿，雪儿，这三位都是原创歌手，都是有能力的兄弟们。我就是扮演一个丑角，把这个直播间的气氛、搞笑度弄出来，让他们去表演。这样，兄弟们啊，我就给大伙来一个吧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唱歌主播。嗯，我就我也唱一个吧。哎、天哪，韩老师！哎，我唱歌，说实话，兄弟，韩冰老师破费了。唱歌的话，你们也别让唱，一唱三位老师的话，我这等于我这等于等于我这
懵了都。你唱个杀猪刀得了，你看着，哎呀，别啰嗦了，赶紧唱。你看你刚才还催大侠呢，他这一直在说说说。好嘞，那我就来了啊。他自己都笑的不行了，刚才他自己都笑的已经很差劲了。看一看那儿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榜三韩冰老师啊，情歌赛过春江水，岁岁好年都是他写的，还有刚才我们唱的飞天也是他写的啊。大侠的眼，看看大侠的脸，看看大侠的小酒窝，越看越顺眼。别看我，看看你雪儿的眉，看看雪儿的嘴呀、啊，看看雪儿的小脸蛋，嫩的都出水。看看云朵的腰，看看云朵的腿，看看云朵的好身材，那赛过杨贵妃。开看你们的肩，看看你们的背呀、啊，前看后看左看右看，越看你越美。你不高不矮，你不胖不瘦，你们三个全是八戒的心头肉。三个老师三个娘子，快呀扭过头啊，八戒我真想咬上你一口。你不高不矮，你不胖不瘦，三个老师全是八戒的心头肉。三位老师三位老师，别呀别害羞啊，哥哥我给你们盖上红盖头，八戒我给你们盖上红盖头，亲一口。看看云朵的眼，看看云朵的脸，看看云朵的小酒窝，那越看越顺眼。看看你雪儿的眉，看看雪儿的嘴呀、啊，看看雪儿的小脸蛋，嫩的都出水。看看大小的腰，看看大小的腿，看看大侠的好身材，那赛过杨贵妃。看看你们的肩，看看你们仨的背，前看后看左看越看越看你们越美。你不高不矮，你不胖不瘦，三个小姐姐呀、啊、全是我的心头肉。三位老师三位老师，别呀别害羞，八戒我给你们亲上你们一口。不高不矮，你不胖不瘦，你们三个全是八戒的心头肉。三位老师三位老师，别呀别害羞，八戒我给你们盖上红盖头，八戒我给你们盖上红盖头，亲一口。盖上有点兴奋呢，把自个儿当元宵闹呢，他搁那儿。就是。快点的，谁唱一个震震他吧？我的受惊的心灵，我得还得抚平一会儿。越来月好吧，今天是正月十五嘛。咱们俩的爱情越来越好呀，好。祝我们的日子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身体都越来越好。好。哎妈，笑得我腰都疼。挺疯子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房子大了，变化小了，感觉越来越好。假期
了。你这舞跳的不错呀。哎嘿，好听，关注关注，学老师学老师。我来吧，然后最后让朵姐最后压轴吧啊。嗯，压谁？来，我来唱一个这个。我曾用心的爱着你啊，送给所有的家人朋友们，然后祝大家元宵节快乐。希望身边的人都能够用心的感受对你好或者爱你的朋友。撒谎，撒谎，他就对我唱的，我撒谎，一会儿撒谎。送给所有的朋友，除了你。爱我你就说出来吧。谢谢大家。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，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？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，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？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，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？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，别让我这份情换成空。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，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。时隔多年，你我各分东西，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。 OK， 谢谢大家。杀猪了！好，再唱一段啊！啊，我唱给这个《青歌赛过春江水》啊，我们这个韩冰老师在这儿来我直播间，他写的，他们都说 我俩唱的，老是闲不住，我不得配合吗？闲不住。春江水哟，从门前过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唱错了前奏。没事儿，重来。春江水哟，从门前过，对岸住着小阿哥。专业就是专业，唱一半吧。
咱们呢又高又记不住词儿了，对，喜欢老师打不出来了，这个、对，云南老师，还有咱们大家老师，还有咱们的那个雪老师点点关注，特别好。你们三人唱歌，我感觉真是一场元宵节目，兄弟们。咱们喜欢老师的话，一定给老师换个点关注，兄弟们，一定点关注，兄弟们，点关注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老师啊。这个节目你是重点啊、嗯！没有没有没有，感谢老师能给这八戒一宿啊，我感觉挺高兴的，都是老师唱歌级别的。我说真的，我就做梦都想娶个不是，有人做梦都想唱歌，我就太喜欢你们了，太喜欢你们了。谢谢啊，给老师点点关注。老师，那我才走了啊。家人们都给永飞点点关注啊！永飞特别特别全才，他啥都行，感谢感谢，人特别好。没有没有，关注老师兄弟们啊。嗯快多点，小张都点上。啊，谢谢。好，我走了。拜拜。哎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感谢啊，感谢我们拜拜元宵家的所有的朋友啊，元宵节快乐！于子老师、戴贤老师、学老师，亲你们一口。哎呦妈！哎呦我的天！拜拜。哎呦我的妈！嗨，我可是一个。他们都喊我是开心果，得了吧，果子我都吃不着一个，我都得了。我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四七三十五的，我得给他打个手势。哎呦我的妈！今天晚上怎么还有两万人呢？现在呀，哎。我找秃爷，秃爷还没有给我示爱呢。秃宝宝去哪了？秃宝宝，啊？秃宝宝去哪了？秃宝宝，有人。宝宝，把我的爱情都给我保完了的。哎，你们。你们去看看兔宝宝，我的宝宝在哪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！他在忙啊，得，明天我老朱他就会的。我组织个四人局玩，四人局我老朱要找着几个。哎，有意思的，哎，会全才，会唱歌，会跳舞，会给大伙表演节目的，我可不整的打整的这个那个人的笑话的。我告诉你，可别笑话我老朱，想当年老朱在天上掌管那八万水兵。一线主播，我不是一线主播，我是才艺主播。榜，哎呦，这谁呀？榜一是我，榜一欢迎我奇迹哥。我秃爷秃宝宝在那。怎么个事儿啊？宝宝，你怎么又变回来？人够了啊，好。宝宝，人够了就行了啊，人够了就行了。你怎么又变回来了呀？哎呀，人家那一面就只能给他看。谁给我上的礼物？拿掉绿帽子！有人。你过来干什么呀？又想揍我呀？不是不是，我是来看看我的兔宝宝的。你可别说，兔宝宝很多人拿掉绿帽子。很多人说兔爷从来没有对人去。撒过娇，从来没有去对人穿过女人的衣服去这么重视。我发现真没有，真没有。我发现我真爱上你了。有人，我要招兵买马去了，走了。我要招兵买马去了。你给我说嘛，我就是你的马，你骑我，你骑马你不如骑猪呢，你骑我得了，我带你老快了，我骑猪。我老厉害了。你骑猪，你骑上我这头黑猪，我老猪比马跑得都快。你老猪，你这老猪，你永远是猪呀！可是你，哎，为了你。可以变成别的呀，你变一个我看看。有人扎猪。
后面的大舅子拿个锤，注意点，别打姐夫，打姐夫这不好，对姐夫好点，对姐夫好点。我来是，秃爷，你这回忙吗？干啥？你这回忙不忙嘛？干嘛嘛？我现在不忙，就是想招兵买马。招点兵买点马，没事，你的兵马很多，只不过你刚回归，他们还没有开始呢。因为你的直播间很多人刚才就都老喜欢你了，你的马比人马本来就比一般人厉害。哎呦，喜欢人家就给人家点个关注嘛。我刚才点个关注，我刚才不就看到人家了吗？刚才给我的宝宝点了，真点了，点了好几次。谢谢猪宝宝。哎我去，然后呢，我在抖音里从来没有唱过歌，我今天晚上想为你唱首歌可以吗？你想给我唱歌啊？我想为你唱首歌，我为唱唱唱唱为你学的，从来没有唱过。唱，这首歌名字就叫小秃秃。唱，你唱，我来吃猪蹄。小薇我爱你，秃秃丈母娘在旁边吗？妈妈，娘，我今天晚上给你偷偷摔。宝贝，我的宝贝。哇，娘。有一个冷酷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兔，她有双温柔的眼睛，她悄悄偷走我的心。有两下子啊，这老猪！你可知道猪爱你？我要带你来到我的猪圈里。看到猪圈长得多美丽呀、啊！我要和你在一起，咱俩去休息。有人告诉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完了？当然了。完了吗？啊！你这唱的也不行呀、啊，要不我给你唱一个？看到没有？夫唱夫随了，来吧，丈母娘，我来给你唱一个。妈妈，你到我直播间看看女婿。妈妈，娘，来，你先稍等一下，我给你唱一个。这个可是你的专门的，我为你而学的。哎呀，这个，你大师兄听了都害怕。钢筋住了几个腰，又闪住了几个墨，知识哥哟，怎么他就那么多？啥呀，孙一棒，收！杀你个魂也丢来，魂也落，我走了。神也发抖，鬼也啰嗦，我走了。打得那空间虎豹。妖怪，这妖怪变的吧？妖怪，妖怪，我跑了我！哎呦我的妈！还拿个塔要收了我呀！哎呦我的妈！收了我呀！
给你一耙子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我是唱着唱着就把我老猪给弄死了得了，给我唱走了给得了得。秃爷已经是我的小娘子拿下了，我得找找下一位小媳妇，她将会是花落谁家呢？请听，接着走。哎呦你妈！谁？四姐？得了吧！四姐看到我，她又爱上我，我哪有时间去搭理这么多媳妇呢？我可不爱她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心里只有秃爷。刚才给秃爷点了有没有5000绿星兄弟们，很厉害，兄弟们很厉害。这个榜一呢是我的好兄弟，兄弟们，七哥是你吗？哎呀，真的是我七哥呀，兄弟们，我在 KS 认识了一个好兄弟，好哥们陪我走这么久，大家还认不认识奇迹兄弟们？奇迹哥，我的哥是你吗？哥要是你的话，你给我刷个礼物，哥，是我七七哥吗？哦，点了7000是吧？够用。咱们也今天晚上涨了有好多。把一个是，你这样，你别给我刷礼物，哥啊！你给我家粉丝，你刚才抖音，我家这帮八家人比那边都铁，我不要你给我刷什么礼物。你今晚上可不可以给我家八家人发个大红包？可以吗？可以的话，你就不用给我刷了，刷我挣多少米，我家粉丝一个得不着，我也不得劲儿。你要真是我七一哥的话，我的好哥们的话，你给我的粉丝整个大红包，越大越好。认识是吧？哎呀，他是我师傅的一个好朋友，是之前做茶叶的。你跑这边干嘛了？不好好跑你的 KS 去做几个电商去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要是的话，给我家人整个大红包。真是呀，99太小了，哥，你这么大老板给我，你太小了，我20000的人呢，哥哥。哎呦我的妈！要不然得了，试试吧，七七哥，兄弟们，这期。没有关注的话，关注一下我，关注一下我，我七七哥，之前挺14000的兄弟们，没关注的话，关注七七哥，他是一个卖茶的，他是一个电商，我之前在 KS 的时候经常给我支持我刷礼物啥的，人很好，你啥时候来的抖音呢？嗨，格局对我家人，你可以不给我刷都可以，你占我的榜，你给我们八家人发波，我有什么，我需要我八家人有什么，你整大红包你就整，一晚上不用刷一分钱礼物，到这边想来拜到我们八家人的山头，拜我们山头，我们家人讲究是个意思，格局情谊，不是说你刷多少礼物能看到你想臭文的朋友，那必须得给我们家人先整个大红包了。有人说话的嘚的哈他。除了猛子卡着他啪，下一位。这些妖怪，谁又给我刷绿帽子了？啊，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怎么刷什么绿帽子了？这好，下一位。连我的都是好多超一线呐，我现在是不是要火了？我可不想火，火完之后像烤猪一样，得把我给烤了。不然你可别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可不要这么火，火了之后喊着整天要烤猪的，还烤猪腰子，不是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，还要吃我的，还要弄我的，喊人得了吗？你，我可不理你，我找一个啊，找。干嘛呀？现在的这，哎呦，又戴绿帽子了，又戴绿帽子，这礼物整的不好看。那这是游泳的帽子，惠子，连惠子，惠子是谁呀？有人练我麦。惠子的话，
惠子，我觉得惠子，我看看啊，惠子，惠子，惠子，哪个惠啊？我之前好像连过，兄弟们，惠子。兄弟们，他这么多粉丝呀，不连不连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粉丝太多了。哎，我不连，我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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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连，连人家粉丝都好几千万，你可去告我得了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这怎么有一个粉丝，一个男的老是连我，就一个粉丝老是连我，有一老连我，老连我，嗨，我是找媳妇呢。你说打字了，千一好久没连了，哎呀我的妈，你可别打字了哥。千一好的时候，人家两三万的时候，我连人家都开始不都开始不接了。人家三万的时候，我直播间几千人，人家都开始不接了。咱现在连人家不笑话咱吗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咱去破雷吧。这怎么了？这太多了。我连我的宝贝儿。你看着感觉看可得就得挑唆我们之间的情感是吗？一遍一遍的问你，你要疯啊？你好宝贝。哎呀，宝贝，这两天咋也没想我呢？怎么回事呢？怎么才想我呢？你们家人都想我，天天过来。你可得了吧，想你想不着你，老是看不到你，看不到你。再说你今天脸磨粉了，脸蛋磨粉了，咋跟肚皮不是一个色呢？哎，这不过节吗？不开美颜，泡能泡两个新，不是能够找两个新朋友吗？上回咱俩都结婚了，你可不能一天到晚就逮谁你就调戏谁呢，那宝贝。小猪呢？睡觉了。小猪这是谁呢？上次孩子都抱出来了，咱俩的别忘了啊。我没睡觉，搁这就等看他爸呢。叫爸爸，爸爸，嘿，想我了吗？哎，你吃饭了没有？没吃饭。你的奶够吃吗？不够吃，太小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干啥呀你？不是，咱们这小孩不行。咱这话呢，小黑是真狠呢，这什么玩意儿太笑了。那你问你，我不得解释一下吗？我整的我懵了都。你都接不住了是不是？你这太直接了，哪有这么直接的呀？太那你问孩子是？就天真无邪的孩子，就是有啥说啥的。孩子能说成谎话吗？明小说大呀。我跟你说实话，就这几个朋友能玩得开的还是小黑，其他的就是没有那种感觉。小黑就我俩就特别配，特别搭。咱俩，你应该刚才应该接住了。这场戏完了。我接住，我怕我怕我尴尬了的，我尴尬了。真的跟闺女说话都接不上，真的天哪。挺好，咱们的可以。我两天不见你，我都想你，都睡不着觉。我也想你了，这两天我太忙了。这两天主要是就一边有一帮妖怪黑粉，就是那种连上我就打 PK， 打得老讷了，我那我连跑都跑不掉，我就气死了啊。那么咋地呢？我想你都睡不着，昨天没播，我说今天晚上不见上八哥，不见上八戒的话，我今天晚上睡觉都尿炕，气尿炕。好，咱们这样啊，咱俩八扎黑组合，兄弟们都通票全是八扎黑，这么的。四人四五个，你今晚上打了吗？打过了。
我组这个局咱们一起玩可以吗？行，咱们是一对，咱俩是一对。那我拉个低你 GDP 咋整啊？哎呀，咱俩哥一起什么玩意儿？这拼大屁的，开心就得了呗，什么屁不屁的啊？行，好，嗯、好。等我，等我，孩子他妈奶不够吃。行，主要是你这，我怕拉低你。是是没有没有没有，一起玩开心。你朱哥是这样的人吗？咱不是说那是干啥的啊，宝贝儿啊。嗯，听话啊。好。我心想，孩子奶够吃不够吃的话，我也。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的妈呀，这怎么的？他是真狠呐！孩子奶不够，太小了，够的话我说、人家脸都红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走，我拉几个，我拉几个，拉几个好玩的啊！好，小幸运可以，神秘人，就啊，把上往上填。哎。你怎么给我挂了呀？没有，那个刚刚那个闪掉了。那个呆子啊，这样的，你觉得九哥的荒岛求生怎么样？我的段子拍的怎么样？挺好，我天天看，那真好。我老周拍的，我都想陪你去了。我想你那里有没有媳妇呀？啊，我这里，我说句实在话，你要来的话啊，我那个后面，这后面是靠山，山里有个洞，洞里那个洞里面特别适合你。那个洞的话，你可以在上面挂个牌子，叫高老庄，知道吗？我去又不是找洞的，我是找媳妇的。有人要可以，这海里面有美人鱼，你可以来找美人鱼。你可得了吧，都是老爷们儿，都是老爷们儿。那个，你就相对来讲的话，就是他们都说我的段子里面那个那些鱼都不是我抓的，都说我那个是在菜场里面买的。你觉得我是抓的还是买的？啊！叫我说九哥肯定是抓的，肯定是抓的，我看到了九哥钓鱼。因为我们上岛的时候，兄弟们，我上岛，因为我之前在岛上，就是已经在岛上待了差不多将近很长时间，我知道哪些工具能够在岛上能够巧妙的运用。我们工具确确实实买的，但是没有带任何的食物，兄弟们，懂得打个懂啊！就是我们上岛的话，我们什么都靠抓啊，就是只带了工具。但是现在我感觉我们在这个岛上长期待下去，我说实话太寂寞了。啊，八戒，要不这样，我把你打过来怎么样？我九哥真好，我九哥在海上都安电了啊。那肯定的，这个电的话，那个发电机肯定要搞带起啊，不带。我说了，简单的工具咱们肯定要带上，就电呐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一些那个需要，就是岛上所需要的那个办公用品，咱们肯定要带上啊。其余的食材那些。咱们全部都是靠自己，好，懂不懂？有空我老朱一定要去永哥那里去转转。我喜欢抓鱼，我喜欢吃鱼，我喜欢玩。啊，那个八戒，你喜欢吃鱼是吧？啊，我喜欢吃你那个钩的钓的鱼的大石斑、老虎斑、石斑，就怕嘞。那个七点钟开的播呀？七点钟开的播？我就七点钟开的播？八点开的，八点开的啊。八点开的是吧？哦，好 ，OK， 那你先播吧，那我走了啊。你要是想来的话，咱哪天把你打过来，好吧？去喜欢看《荒岛求生》兄弟们，去我九红哥直播间玩一会儿，兄弟们，去跑来。好 ，OK，OK， 兄弟们，左上角10000的福袋马上开包了啊，拜拜。好，那我走了。抢福袋，给我九红哥点关注，别忘了。OK，OK，OK， 那我走了啊。哎，我九哥老厉害了，钓鱼都不用绳，都钓到嘎嘎钓，操，就这个厉害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！哎呀妈呀！我表哥。哎，表妹。元宵节快乐！元宵节快乐！元宵节快乐！祝表妹这快快乐乐，乐乐快快。表妹，表妹，祝表妹这开心笑个，快快乐。谢谢二师兄，谢谢二师兄。啊，我们玩一把，啊，蹭点粉丝。嗨。咱们俩表哥表妹的什么，咱们是自己人，什么这个那个呢、那来吧，那来吧，一会儿再说惩罚吧。咱们可以拉两个人四人玩吗？可以啊。嗯，表妹，我给你拉个好看的，她也挺厉害的，粉丝，她粉丝也挺多，她老泡我，老爱我，我等会看她啊。
给，哎，哎呦我的妈！我黑屏了，不能吗，兄弟们？我黑屏了！哎呀，我的妈！来吧。花姐，我黑屏了吗？没有呀，没有黑屏呀。我能看到他呀，我能看到你呀。